我在地區留了其實個中院的時候，其實都會掛住佢嘅。咁因為我當佢屋企人一份子嘛。我是莊正，我養一隻貓，叫林克遠。好典型嘅貓咯，就係一時又黐你，一時又唔理你啊，跟住有時自己爽完就走啊咁樣嗰啲咯。有時佢反而唔中意人哋理佢啲，咁啊我又有啲自主嘅時間，佢有啲自主嘅時間，我覺得呢樣嘢幾配合到咯。其實諗咗好耐噶啦，但係又未有機會喎。咁咁啱就有一次有朋友，佢屋企又生咗一堆貓啦，咁佢屋企又養過，想揾人領養，咁我就。不如做養一隻啦，養咗佢翻嚟啦。我都係一啲需要自己空間嘅人嚟嘅。咁然之後啊，貓個特性就係其實貓本身係唔中意出街噶嘛。咁我其實都唔好中意出街，我成日都想翻屋企。我覺得呢方面我真係同貓幾似。因為我係中意病嘅名嘅專登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就記得。One Piece 入面咧，其中一個角色羅賓咧，咁佢哋有個新船，咁佢哋改咗名，其中一個名即係暗黑魚，佢哋冇用到，哇！呢個名好正啊，冇得用。如果佢要比喻一個海賊王嘅人物，我會比喻佢係女帝啊，因為佢女帝除咗對路飛之外，其他都係好酷噶嘛，同埋佢又好靚啦，咁啊，我覺得暗黑魚都係好靚嘅。自从养猫之后，庄正时不时都会在社交网站度晒猫，感情非常之好。可惜去年警方的滥捕令他们两个被逼分离。我在地区留了其实个中院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挂住他嘅，因为我当他家人的一份子嘛，会担心连过他咯。呢只猫会唔会知道我咩事咧？咁其实佢应该系唔知嘅，但系一个人唔见咗咁耐，佢可能觉得佢。咁啊，呢個人去邊咧？咁樣驚佢，佢唔記得我啊！即係唔知自己啊，驚自己見唔到佢啊，咁樣嗰啲咯，即係喺度掛住佢咯。我上網睇過，唔知邊個國家嘅監獄係唔知話咩咩表現良好可以養只貓噶嘛？睇過呢樣嘢都係啊，死啦！我邊度都見只貓好慘啊！呢段时间因为失业，变相多咗时间喺屋企嘅庄正话，而家会特别珍惜同暗黑院相处嘅时间。你存在已经系好大嘅收获啦！我觉得瞓觉嘅时候佢又瞓喺我侧边，都已经系系啦，黐我多啲咯，黐我多啲就收获嚟噶。咁有时我瞓觉仲会开咗门俾佢入嚟，咁佢所以夜晚仲有时会同我一齐瞓。唔會攬住喎，即係佢又唔會太到親近你，佢純粹可能我懷疑佢就想喺張牀瞓啫。咁我有時就瞓喺我只腳側邊咁樣，有時我瞓醒佢都未瞓醒咯。其實每一日都好開心睇住佢，即係總之好似有啲咩煩惱嘅望住佢就會冇乜煩惱嘅。因為彈吉他自己行下，跟住又阻住你啊，跟住又冇電腦嗰陣時要行過嚟搞下你啊咁樣嗰啲。做運動嘅時候咧，佢就唔知點樣行過嚟又。頂下你啊，咁樣咧，咁其實阻住你做動作咁樣。我覺得我會想寫一啲關於佢嘅，或者想提及嘅，但係暫時就未有一啲音樂作品係有佢嘅存在先。周圍上庭嘅心情其實都係平常心，暫時都冇諗咁多住，因為一佢嚟個正審嘅時間係比較長嘅，咁所以老師都話唔使太過擔心呢樣嘢，咁煩唔好影響生活住先嘅。咁到時睇下再遲啲就可能需要再諗多啲咯。親吻後繼續相似，要約定再相見。一般咧係稱為酒吧，必須關閉。係咪要香港成個飲食業執曬佢，政府先開心咧？